好啊，老吴教大家好了，这一个啊红外热疗啊，我们叫红外热疗带，又叫做啊君臣佐使的君的治疗，在君的治疗过程中，配合佐，这是佐啊，也叫做秘书，这么竖的放，在我们大小周天打通大小周天的这个治疗中。这叫做肚脐眼底下啊，肚脐眼我们叫神阙，神阙的底下叫做关元气海穴，关元放在神阙穴底下，关元气海穴。这后面叫做大椎深巨穴，大椎深巨穴啊，大椎穴在这个，在我到时候在这个穴位的有专门有穴位的这个课程的演讲的时候再跟大家讲。OK， 今天就是介绍啊这一个仪器的这个功能和使用方法。好，谢谢大家。